大家好，我是阿龙啊。犬舍呢有一条种母啊，就是那个幻影嘛，现在是第三次发情了，现在有10天了吧。等会儿呢，让这个9个多月的这个快10个月了，小 Peter 啊，跟他熟悉一下啊。因为 Peter 呢这个体型比较大啊，然后跟这个幻影呢搭配出来的以后，这个幼犬呢肯定会理想一点吧。所以说，先等会儿把这个 Peter 呢，把它放出来，跟幻影熟悉一下。这个来了有1个星期了，这个 Peter 还没有把它放出来呢。啊，等会儿咱一块儿来看看啊，9个月大的 Peter 啊，特别大的一条公的，现在才9个月。然后这条幻影呢，现在发情了，已经，让咱俩熟悉一下。这个 Peter 啊，现在有点小，估计还不知道带他出来是相亲呢。皮蛋儿放出来一愣一愣的。9个月长这么大，2岁半才能完全停止这个生长，看看2岁多的时候会发展成什么样了。过来过来过来，皮豆，进来，快进，皮豆，进。过来，欢迎 Peter 过来 Peter 进来。